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麻烦把你们的大哥大或抠机先关一下，以免影响其他的人。对了，大家反正无聊嘛，就坐下来聊一聊，我们顶多耽误大家两个钟头的时间。我叫童飞，飞利浦，打飞机飞来飞去的那个飞。好了，啰嗦，大家知道你是哪个飞了。嗯，我叫阿基，抠机，大家都很熟的，对吧？我们从小就被人家打，哎，打呀打的就打这么大了。他是我二十多年来出生入死的好 mother， 不是 brother。 mother 就是母亲的意思， brother 就是大家所谓的亚弟。没事。小时候我的家是住在一个背山面海、冬凉夏暖的地方，虽然是穷了一点，不过却是很重视家庭教育。小梅啊，你要藏地三角藏多少钱啊？老爸，297.5啊。好啊。什么事啊大哥？老板刀磨一下，老哥要去砍人呢。我怎么样也咽不下这口气。你又发什么神经啊？阿飞，我去砍人啊。什么事啊？来，快点，来呀！什么事啊，二哥？拿到村口40号信箱去啊！哦，没有，不要了，都不带弄，没关系嘛。三哥，要不要帮你买些保险套啊？来来来，这里10块钱，买点回来啊！快点啊！阿飞啊，到村口那家小店 A 2罐奶粉回来啊！生意不好就可以不要走了，给不给啊？给不给？昨天不是才给过吗，老大？我问你，到底给不给啊？把摊拆了！你过去不准在这里做生意，听到了没有？臭奶奶，马的看什么看呢？加点油，将来才能出人头地，光宗耀祖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阿基，那你想不想威风啊？想哦。你有福了，我叫阿飞，外号叫打飞机，你以后跟着我，我造你，叫声老大，那是不是就入了黑社会了？你现在身上有没有36.6块啊？只有6毛钱，意思到就行了。那老大赏你的。谢谢老大。先不要叫老大，你走过去捅他一刀，捅完才有资格当我的小弟。不要害怕，你闭上眼睛捅他一刀，捅完就散，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，快去。哎，大哥去哪里 happy 啊？哎呦啊，干什么了？哎，不要跑，老大，不要跑，快闪。我刚才刀都打翻了，快点快点啊。哎，你们拿这么多刀想干嘛？去尖撒嘴了，拍电影武打片。哎，我们是武行啊。是啊，就是被砍了1700刀还不死的那种。哎，休狗，你们两个快点住手，听到没有？是是是是。好了，不要闹了，赶快剪吧，导演在催了，想不想干？在剪了吗？你催什么催嘛？警官呢？我耍几招给你看看哈。好，左闪，右闪，好啊，干嘛？小心了，低头。现在干武行啊，很难混的。顾得了头，顾不了手；顾得了手，顾不了脚；顾得了脚，裤子又掉了。等到裤子穿上，鞋子又不见了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呀。哇，真的像在拍电影哎。入这行这么久啊。平均每个星期要开打2.66次，也就是每天要杀0.38次。啊，有没有搞错？太过分了吧！这种小刀连切牛排都有问题，怎么去砍人啊？我这把比你更血呢，我看开个罐头还差不多。看有没有人要换啊？好啊，有没有人要换刀？
各位大哥有没有？其实啊，有几百个人在砍，很难砍中你的，除非啊。还好我眼快，不然没砍哪就挂了。杀！杀！老大一定会劈死我们的，来，对我们两个来打，好，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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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砍啊，砍啊，快点！你猝死了，马立起来，人家看起来好像难过，这个时候你不要拍马屁啊，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夜子没空啊，那我们先去回空。好，走。杀得很惨了。老弟啊，就能被当归爹来定不好。哎，这样子老大就看不到我了。当归那条链子怎么越来越长了？什么链子？单车链子啊？那是肠子啊。真的？真的？哎呀！好恶心呢！哎，阿汪怎么矮了半截啊？在哪里啊？是不是跪下了？是双脚被人砍了。哎呦！早知道我就不拿关刀了。哎呦，累死我了！我来帮你拿。哎，阿飞啊，老大好像朝我们这边过来了。阿飞，阿七，快躲！老大被人追杀，这样会不会不够义气啊？义字怎么写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老大，快来救我！老大，没救了。哎，你平常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他又不是你老爸，想不到你要在杨明的时候你就哎，阿飞，天意呀、啊那是谁哈、啊、听说他只跟唱个三天啊，才三天呢，哎呀，那他真是感情丰富啊。是吧阿飞，是你疯了你阿飞啊，老大要跟我说话啊，不是是哎，他说什么啊？老大说什么？总之是一言难尽呢。哦，老大，你不要这样说嘛。阿飞，我们走吧。阿飞，我们走。老大，老大。老大，你安息吧。太阳下山之后啊，道上的兄弟自然会出来吃早点。来到这个黑道餐厅啊，瞎掰找财路。哎，我不叫你捅他屁股吗？你怎么捅他腰去了？你给我那马喷子怎么射不出去？多个人打群架，有一半人是我扣来的。少来了，你能扣两百多个人，你就不会坐这儿了。对呀、啊，最近没得学了吧？要不到外岛去当人头去？赶快用一把喷子歪带五花子，玩家费太少了。哎呦，主要要蹲多久啊？啊，最近打劫实在太划不来了。老大准备出钱搞电影公司，你帮我找四大天王来。哎，猫屎啊！哎，大西瓜，真他妈的太什么好看的？我还准备自己当导演呢。哎，妈的，臭小子，你很屌啊！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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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你们有种就不要跑，我马上找人来。找什么人呢？自己还在糟楼，找谁来帮你啊？你要真有人的话，还会在这个地方混呢。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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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
买杯奶茶来喝。哎，等等，想想自己糟了吧你。你们十块钱给我。我哪有十块？差我十块钱还我。搞什么？连二十块钱都没有。哎，十块钱。哎哎哎，你凯子，你十块钱不要了。哇靠，飞仔，这关公真威风啊！连续十期都是封面的风云人物啊。早晚会轮到我们的。哎，真的？那你告诉我什么时候？很快。哎，值多少钱啊，破哥？50块。啊？你说什么？这是原装货，才50块。光听声音啊，就知道是假货了。外壳是镀金，里头是深圳的，这种货色连庙街早就不卖了。我看看，原装那两个，你那大哥的老婆啊，昨天晚上早就拿来当掉了。真的？这个 Swiss 真的少了个 S。聪明。还认识英文字母 S 啊，破娘母啊，看不出来大嫂居然是这种人呐、啊。那只好再换个大嫂了。大家都不要动，关公抓人。圣火令吧。哎，喂，拿过来看一下。拿过来给大哥看看。嗯。跟不到关公，只好先跟刘备了。从基层干起，为前途打好基础。哎，借过借过借过。借过借过。关公是越来越凶悍。哎呀，早跟他说成本不要切得那么细，搞成本搞半天这。就是啊，老外地盘被关公抄了，小弟都投靠关公了。那关公什么来路啊？这么屌啊！老大，关公把我们波兰街的厂子全给砸了，还挂了我们七八个兄弟。啊，王八蛋，我今天就把他给冲掉。准备开战。是的。小花，弄十几把轻机枪来扫他妈那个王八。对，摆平关公之后，阿舅负责叫我报消息。是。至于救伤的工作，嗯，阿强帮我扣白板忘去搞定他。是老大。阿飞阿基，哎，是吧？等一下，帮我拿两只板鸭到元朗去给我舅公做生日。是老大，要不要做成一块一块的？也好。嗯，了胜于无啊，总算帮老大砍过东西了。是啊，老大，你不见得那辆宝马现在就停在外面。小心啊，老大，可能有炸弹。嗯。哎呀，我心脏病突然发了，我不能开车了。那你去帮我发动一下，开回来。幸亏我还没考取驾照。哼，那你就不要开，只要发动一下。都省了，你庄重点啊！我们跟大哥这么久都没这么亲近过，现在是最亲近的时候。你好好抱着，你给我小心点。聊聊天嘛。
打破？你打他干什么？又没打破。打了你头，打破了再说。你给我小心一点啊！笨手笨脚。我很小心啊。拿着。哎，不是扣我的，也不是扣我的。啊，大哥呢？刚才不是你拿着吗？我已经交给你了。啊？啊？哎呀！大哥，对不起呀、啊！大家赶快围起来呀、啊！不要让风把大哥吹散了，赶快去买吸尘器啊！大家快点围起来，好啊！踩到大哥了。大嫂，你就不要伤心了，我已经叫人去买吸尘器了啊！大嫂，我先帮你把大哥的手啊、脚啊的收起来啊！能装多少算多少。哎，吹跑了，吹跑了！围起来，围起来！幸好帮派比电影院还多，而我跟阿基也不是太挑剔的人，所以不到48小时啊，我们已经换了第二个老大。哎，我始终想不通，为什么英雄会那些老大呢？每个都那么威风，可是我们所跟的这些老大呢，不是被砍死的，就是被炸死的，怎么都那么短命呢？啊？哎呦！现在英雄片都是黑社会公司拍的，要多威风有多威风，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小弟加入？哎，好了没有？画了那么久啊！哦，帅帅帅帅帅，哦，帅呆了！哎，要拿着这个才像吧？啊，酷不酷啊？酷啊！嗯。哎，该轮到你帮我画了。来，哎，我要画这个啊，那棵树啊，这个好。哎，你会不会画？放心啦，我小学画画得过奖哎。嗯。对了，嗯，我们前前后后也跟过不少老大了，嗯，要是连这个也挂了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以后还有人敢要我们吗？靠！我们兄弟可以创新帮派啊，经常靠别人，将来怎么扬名立万呢、啊？有道理、啊。我们俩创新帮派，那要取什么名字比较适合我们呢？哎，新逼央帮。那我们这俩干嘛？今天邀请什么东西？兔子。你怎么没看他？是干嘛？哎呦，你看看，胖子大将啊！哎，怎么这些左邻右舍都这么友善呢、啊？老对着我笑啊！哎，小女腹肌画得太逊了。那是你画的，大叔。哎，请问一下，黑牛在哪里啊？嗯。什么事啊？嗯。黑牛是吗？在里面。Thank you。啊？哦。啊！你妈！黑牛，去！你欠我大哥的七笔高利贷，啊，还没有还清呢。快点还！我才是黑牛。快闪了 ！Sorry， 我们认错人了。这门怎么开呀？我哪知道啊！快问问人家，是不是要反的？客气。黑牛，这门怎么开啊？哎，既然我们出去，还不如把账收一收吧。黑牛，不要以为你块头大就不还钱了，我们不卖你的账。你今天如果不还钱，我们就不出去。嗯。不要这样死撑，很容易得肺炎的。求求你，帮忙。就算是借给我们的。好吗？顶多4/4，不还，没关系。跪下！关公，
你们是关公的人。知道，怕了吧？还敢整我们？给关公，知道一定砍死你！靠！你骗谁呀、啊？我是跟虎哥借的钱，关关公个屌事啊！有所不知，关公斩了曹操之后，就打了屠龙刀，之后之后这个帮派开打，打得如月无光，这小马他无法，然后跟花英雄飙到新竹，我终于被于小月的连环三招给挂了，你还不还？还就还嘛，还嘛还。Beautiful！ 没想到这么快就收到那笔账。是啊，有一套。这个地方我好熟哎，我好像做梦来过这里。你每天晚上都在做梦啊？前面有棵树，你信不信？相信。叮叮叮！哎，你看一看，一棵大树，嘿嘿。哦。我靠，赌马下注也没看你那么准过啊！我做梦在这边照过相啊。这种样子的木屋啊，现在很难找。我靠，这个门牌号码我好熟啊！开门了，开门！来了。幸亏开得快，不然把门给砸了。哪位找胖子森啊？我们是收高利贷的。我是敬爱的二婶，你二叔是被高利贷逼得跳楼死的。二叔，我来迟了。我也来迟了，早一点来就可以收到那笔账。叔叔，我们要吃糖啊。我没用糖啊！哎呀，不要拉我衣服，好几百块钱。现在都得连房子也交不出来了，我想大婶啊，不要拉了啦。怎么就睡天上地？再拉我别人了，好可怜。怎么连你也拉我衣服啊？为什么不找爱心专户啊？没有糖啊！哎，拿来呀、啊。啊、不是这些，是那些，快点呐、啊！你以为我们有很多钱呢、啊？省点用吧。哦，二婶，这些你留着慢慢用啊。不行啊，你留着自己、没关系，我们还有，你留着吧。叔叔，这么多钱买糖嘞？这么多钱，我不能要，我不能要啊！哎，你当然不能要啊，大婶，这些钱是我的。什么拿去啊？回去给人家分尸啊！你，大婶，太难了。大婶，哪里啊？还给我！不客气，谢谢你们，你们真是大好人。你找死啊！了不起啊！散财童子，还有多少亲戚没死啊？啊？告诉过你收账是我们的工作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了呢。你知道，你知道，等下我们账收不回去，九哥会砍死我们。那以后老大给你当好了，我不当了。好啊，好啊。看什么？没看过《披荆》啊？没看过了。然后我下来 K 你一顿。嗯。哎呦。哎，算了，看样子也不耐 K 的。你知道我也不想这样。大哥，我不是骂你。我知道，等一下回去没钱缴，九哥会叫我们舔他的脚趾头的。老大，我收不到那笔账，带他去那边。哦。这块贵丁吧。老大，我该死了，我挨了5000块钱。你知道该怎么做了？你吓我啊！5000块30手指啊！我们3万块不是只剩下头了？连头都没有了。老大，啊，这下发财了，收到马房消息，6号银剑，8号安妮公主夺银哎！看看，哎呦，时间快到了，老大，我们帮你去下注啊！我陪他去啊！哦，好。那笔账呢？哎呀，你这个人真是没脑筋啊！先把那笔账交出来。账，交出来。账，账你妈个头啊！账怎么又在我妈那里啊？
你每次都叫我帮你背黑锅，我怎么扛啊？老大，我这次收不到账了，我自己 K 我自己三下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他是该打，走啊！谢谢老大。干什么？打迷糊仗啊？啊，在这里面挑两把最利的，两个人互捅三下。轻轻捅三下就行了。哦。老大，这下惨了，关公派人来铡草了，还愣在那干什么？赶快扣人来呀、啊！来不及了，已经到大门口了，赶快打电话报警，报警啊！哎，老大，不能报警，我们是黑社会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赶快抄家伙，我们跟着王八蛋拼了！占据从严，放下屠刀，留你全尸。快，你们快放！保护你啊！我是关公，谁冒王八蛋呢？上来！哎，不要走啊！你是不是在我表妹面前说我关公是龟公？不是我，没有这种事。我是关公。没有人可以骗我。哎，为什么关公要把脚送在椅子上坐啊？都是误会。那是条狗啊。关爷，你不要杀我啊。不过他还真威风啊，就像港督一样。不对，我觉得像神呢。先拜拜。阿弥陀佛。哎哎哎，你找死啊！你上次捡了一块了。可是我这块是小的。可是我是大哥。你快乐吗？哎，想不到我们成为大哥们的克星啊，全江湖都怕了我们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两块令牌惹的祸。希望没有人发现是我们两个。哎，各位大哥，各位大哥留下来嘛，跟我们聊一聊。各位大哥，快走！哎，早叫你不要做那么多动作嘛，又打核心又什么的，你看全跑光了。能忍我早就忍了。哎，波哥，我还没打哈欠，你们也认得出来？不可能啊！哎，波哥，没有人理我们了，波哥，在外面。哎，波哥，现在没有老大肯收留我们了。不可能，你们两个真是瘟神呐！谁收你们谁死定了。波哥，你一定要帮帮我们的忙哈。这一次怎么样？你也要帮忙。这个忙我绝对不能帮。你们那些老大的老妈最近都死了，我老妈明天过生日，所以呢，拜拜。波哥，这次拜托你了。当天我们两兄弟含这一泡的眼泪，黯然离开黑社会了，放弃了我们的理想。我们干过麦当劳啊，还摆过地摊，大小五行，就是临时演员。五行跟临时演员不一样了，五行是要摔的，临时演员不用了。不过我们的收费比较低啊，但是我们觉得没有前途，根本就不适合我们的性格。结果运气来了。有一天我们俩在街上碰见一个12年没见面的老朋友啊，金牙城啊。他跟我们说，他说啊，打工不如创业啊，笨蛋。他还建议我们做点正当生意，之后就借了我们5万块，算我们一点利息。之后我们就成立了
飞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。第一笔生意啊，是一件新加坡空运到港的土产，就是新加坡栗子。啊，哎，你们看，我一来就捡到钱呢。退呀！手指差点弄断了。今天晚上我睡哪儿？合约上不是写明了我有间私人的房间？你是有私人房间，你就睡我旁边的那一间。好。你又在玩什么花样啊？没有，没有啊。去厕所吐出来。哎，我想问你，我什么时候开始上班啊？明天。啊，明天。那我明天穿什么样的衣服？随便你，反正到最后啊，都要脱。脱什么脱啊？看你本事了。哎，啊，怎么你们这不是摩托神探吗？讲什么？摩托山楂。摩托山楂。哦，模特儿中心是吧？哦，啊，模特儿中心。叫龟公强听电话。我靠，龟公强，你他妈的搞什么？讲好那个波妹是来做娱乐性事业的吗？你干嘛告诉人家做什么 model， 做什么 work？ 什么 work？Johnny， 啊 ，Johnny Walk， 这样你不是叫我们去做那种逼良为娼的小白脸吗？告诉他要他退货，听到了没有？我老大叫你马上退货，还要退钱。对，还要退钱，要不然我们打了你跪个朝天。啊，是，是，是是是是是，好好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好了好了，知道了知道了，好啊好啊，下次我们喝茶再聊嘛，好好好，再见再见。这个死龟公啊，不发火当我们是病猫，怕了吧他？他说什么？他叫我们两个不要这么叽歪，要不然早上把我们挂了。什么？马上挂个电话给他。我觉得他这次是来真的。这个我也知道，不过你刚才没跟人家说对不起呀，以后见面很难看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忘记了。千万不要是金牙城，千万不要是金牙城！哎呦，催我们交货，怎么办？交货？我想想。啊！我想过了，虽然我阿基没有谭咏麟那么帅，没有孙中山先生那么伟大。但是逼良为娼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，我是绝对不会做的。好，没有那么严重了，圣人吉先生，交际费、电话费、机票、吃住，还有装扮，前前后后向金牙城借了50000块，不逼良为娼可以，逼鸡为娼，逼鸡八度，逼阿基你做妓呀？可以啊。Is this a dress? 来来来来，阿飞啊，有个混血妞跑到我们这儿，大概是要找你的吧？哎呀，叫他不要晒了一点太阳就冒充混血儿，每次都来这一套，不打电话就上来，真以为我是牛郎？我是不是马酒脱汤了？Hello, did I join you before? No, I don't speak Chinese. 那你上来找我到底为了什么？ Lisa! Hi, Jen! Lisa?
我给你们俩介绍一下，她就是我在飞机上认识的最漂亮的空中小姐。啊、哦，幸会幸会。哦，我把你们地址给她了，今天晚上她就睡这，不介意吧？哦，不介意。啊，不介意，不介意，啊、哦，那不打扰你们了啊 ，Come on。正点，小鸟，今天晚上有宵夜课了。什么？啊？你不会懂的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。我也是一只小小小小鸟。面来喽，面来喽！哎，炒面来了，吃点我炒的面吧啊！吃点面吧。哎，糖水马上就来啊！真的很好吃。哎，糖水来了，糖水来喽！哎，白骨鸡蛋糖水，养颜润肺的啊！来来来，喝点糖水吧啊！哦，要水果是吧？啊，没问题，我马上就切来啊。我看晚点别的吧啊！水果来了，水果来喽！来来来，吃点水果啊！哎，怎么糖水都没人喝啊？哎，这个游戏不是这么玩，我教你啊！啊！很晚了，睡吧。睡什么觉啊？甜点还没吃。不吃甜点，不打电动。好，那没关系啊。我拿一些我小时候天真活泼的照片，我们大家欣赏一下，好吧？我看不用了，好累哦。明天好了啦哈。好啊，好啊。洗澡了。你太好了，开始了。先把东西收一下。还收东西啊？人家都在洗澡了。他们去洗澡，关我们脚事啊？哎，你是真迷糊还是假迷糊？真迷糊。哦，那这样子太好了，那我一个人独享了。哎哎哎！什么？你想饿？王八蛋，不要跟我装迷糊了啊！你要上哪个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希望挑一个感情深一点的，比较不尴尬。哪一个感情比较深呢？当然是认识久一点就感情深一点嘛。一个认识三小时，一个六小时，那。哦，你我认识了二十几年，那你先上我，我再去上他们喽。去你的！你老实点啊！告诉你，上归上啊，不准谈感情，不准说 I love you， 不准粘上身 ，OK？ 我靠，又不准谈感情，又不准说 I love you， 又不准粘上身，那不是跟嫖妓一样了？明天开始上班就是了。那你就当做，老板面试就可以了。OK， 哎，我看你憋了那么久啊，再多给你一个，Thank you， 热不热？啊，两个一起，那我哪受得了啊！阿基哥，我们要睡了，麻烦你出去吧。好，晚安。哇，哒哒哒哒，哎，你又进来干什么？我回来睡啊。干嘛？还给你。我叫你要用，你怎么都没有用啊？用个屁啊，被他们赶出来了。啊？两个都对我有益啊。哎，你赶快出去啊，万一他们进来的话。不要了，我不要出去啊。我快点出去了啦。好，我去客厅。你不要出来啊！哎，等一等，干嘛？你搞你的，不准碰我的。那我也没有办法啊，他们两个人都喜欢我，我推也推不掉。哎哎
哎，干嘛？我不准你搞他！哎呀，你自己上不了，还不让人家上？你碰他吗？哎，你得放手！啊！啊！没搞头了，睡觉吧。妈的，那个混血鸡还勾了我的摇钱树啊！我去扁他！哎呀，睡觉了啦！哎呀，到这种情况啊，不知道睡得着睡不着。睡了睡了。哎呀，真丢脸啊！哎呀。喂，拿什么捅我 ？Sorry, my brother， 没捅伤你吧？老大，你想出办法来了没有啊？没有办法了，拿来，刀。如果他真的不肯认呢、啊，就马上把他绑起来。然后戳瞎他的眼睛，好让他认不出是我，然后再一个反手捅他的喉咙，让血喷出来，拿两个碗来接。等一下煮稀饭。好，接着把肉一块一块的割下来，放在冰箱里，慢慢吃。好，走。等一下，计划再谈一下。你还要谈什么？已经谈了几个钟头了。你要是没种的话，就干脆不要去好了。我没种啊，啊，啊啊！走，去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什么事啊？在哪里啊？过去那边，过去。哎，你到哪里去啊？哎，哎，喂，哟呼，喂。哎呦，你怎么又从这边出来嘛？你吃过早点了没有啊？看你这么瘦。到沙发那边去。玩帅啊，玩胜利胜啊你。从两边走。我跟阿吉真是烦恼的要死，想了一整夜。昨晚我们终于决定了，这个决定我们决定了，我们终于决定了的这个决定，就是这个决定。开门，开门！哎哎，陈哥，陈哥，你们这两个小王八蛋，想骗我，暗藏一个私货，留着自己享乐。哎，没有啊，陈哥，你误会了，她是我新加坡的表妹，到香港来 shopping 的。伯妹，那就是鸡喽。什么鸡啊？我就知道骗不过陈哥，陈哥吃的鸡比你看的还多。是鸡啊，不过是只不合格的鸡，你看没有咪咪，没有屁屁，全身都是骨头，万一戳到陈哥的话，那就不太好意思了。那就是不做了，不做就退钱呢、啊、九出十三归。九出十三归那是多少？八万。八万，要么就退钱，要么人让我带走。我不要做妓女，我不要做妓女。哎，陈哥，那假如她是我的未婚妻，是你未来的弟妹，那怎么说？未婚妻就是，还不是。把人给我带走。哎，阿珍呢？哎，阿珍，走，不要让他们沾过你了。阿珍，走，救我！你哭什么？又不是强奸你。早知道金亚成今天要上他，我昨天晚上就先上了，现在都划不来呀。那便宜他了。把他变正常，不要再做同性恋。他是同性恋，就可以随便人家干他。你太卑鄙了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太卑鄙了！你再说一遍！你太卑鄙，卑鄙了！你再说我就打你！呀！救命啊！哎，你干嘛打我？我是在帮你。蹲下！
哎呀，陈哥，求求你放过我们！别动，要不然把肠子挖出来。你自己看看，谁比谁快啊？刀，拿来，给我。阿飞，保重了，如果不死就再见了。啊！开门，快点！我砍死你这个王八蛋！哎呀，你这么熟辣，怎么坐牢的？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快！快！我们快走啊！快走！不行，我要回去救阿飞。哎呀，你疯了！你还上去？别上去了，我们快走了啦！哇，身手不错啊！你怎么下来的？走楼梯啊！你以为我会飞？但我为什么要跳楼？你自己选的。撤头！快快，不要跑那么快啊！我已经把他们绑起来了。难道你忘了，每次一扁完脚，我们都要跳头的？哎，不是不要翘啊，是要慢慢翘，不要翘那么快。啊，这次要翘快一点喽。老哥有事好商量。关公要见你们。哎呀，这次一定死得很惨呐、啊！你还记不记得九哥上一次被丢进搅拌车里？我也不想死啊！哎，你干什么？这好碎呀！哎呀，伤到我的脚啊！还抽血，不知道玩什么花样。这次我们一定死得很特别。麦哥，官爷，八字五行，字为铁板，建筑铁屑。谋杀啊！不要啊！你们两个天生命硬，做正经工作不出三天一定横尸街头。幸好你们相冲相克，还走偏门，才有命熬到今天。李将军是内地特异人士，他推测我今年由于劫难很难度过，而且我现在还背了几件官司。我既然捞偏门，就得信邪。只要有克星相伴，我这一关就可以平安通过。我现在收你们两个做小弟，我要全香港的人都知道，我关公就是不怕你们飞机双煞。拿点钱去装扮一下，以后一个穿红的，一个穿白的。这么多钱呢？时辰到。你先，靠，一起吧。哎呀，这么恶心啊！惨了，不知道他有没有艾滋病哎。艾滋怕你不怕他？说的对哦，哎，你真的要喝他的口水啊？那你可以等我喝完以后，你不要喝。要我喝你们两个人的口水啊？好臭，好臭哦！你比他还臭，他喝最后一口。是哦。完了。
昨夜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香港没有黑社会了，因为香港600多万人全部都进了黑社会，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人说我们是黑社会了。我的梦想会实现，一定会实现，到时候香港就有希望。台湾有国民党管理，大陆有共产党统治，早晚我们香港人的地方就由我们做主，我们就是关公党，关公党。我们露脸了，终于有机会出头了，苦尽甘来了。自从关公收了我们当小弟之后，果然是容光焕发，精神爽朗啊，连额头那一片东西的颜色啊也浅了一点。请你赐福给我的儿子吧。你可别不信邪哦。谢谢你啊，他还真能逢凶化吉啊。来大哥，无论是人祸天灾，他根本都不放在眼里。又挂了一个大哥。大哥大哥，而且还老神在在，一副目中无人的姿态。干嘛这么吵啊？厉害，大哥，真的有大将的风范。各位同学，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架构。489就是董事长，就是关爷爷。438是总经理，就是我们飞哥跟我鸡哥。至于各位呢，就是49就是小弟。我有一个希望，希望大家可以努力向上爬，务求奋斗，一定成功，知道了吗？知道。好，预备。要跟阿飞跟飞机，要跟阿飞跟飞机，要跟。我先去买票。哎，这部片子不适合女生看的。上面多好啊！啊，省省吧你，人家不喜欢男人了，人家喜欢这种。哼，我反正是喜欢他，喜欢定了，他喜不喜欢我没关系啊。喜不喜欢？精致吧。你们两个就是给兄弟做面子吗？啊，这什么送本给你看看，留意一下封面啊。红白双煞。想一点开心的事情嘛，米老鼠啊，小叮当啊，这样就不会哭了哈。哎呀，不要哭了。哎呀，反正你们感情也不正常嘛，分手就分手了嘛，这样子你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女人呢。好，不哭不哭，不要哭了嘛，啊！一代。哎呀，你随便他了，失恋嘛，你让他哭个够啊，哭得没力气了，他自然就不哭了。
那你哭吧哈，慢慢哭，不要太用力啊，慢慢哭。啊你的肩膀一点都不好靠，硬邦邦的。是吗？是吗？试试看我的。好。你的肩膀舒服多了。怎么可能？你肩膀垫了海绵啊？不知道就不要乱讲话。没有失恋过就没有这种肌肉。正统的学名叫失恋肌。不知道上次跟阿花那一次算不算失恋啊？不知道就是不算了。那一次啊，在阳台上走来走去，痛苦了三个多小时，喜欢你，最后还是没有跳下去。为什么？突然之间我想通了，两个人只要没事就 OK 了。万一有事，如果他要离开你的话，强留也没有用。后来我开始嫖妓，可是我发现无济于事。可是我发觉的时候已经太晚了，因为我已经上瘾了。哎呀，不要掐我大腿呀，会痛啊！不要管我，我爱你，不要吵啊！哎，其实你也长得不错，为什么不当女人当男人？本来我有个男朋友，我还以为可以跟他白头偕老的，哪知道被他给甩了。所以我不要当女人，我不要被人家甩。没想到当男人也被人家甩了。睡吧。不要动啊，好舒服、哦、你舒服我怎么办？就这样躺的。我要尿尿。不要动啊。尿在阿基头上。不准动啊。恋爱的人都一样。自从那晚之后啊，我们经常三个人睡一块儿，可是我总觉得应该两个人睡会舒服一点。哎，官爷，你认为这次警方是不是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啊？官爷，听说你花了1200多万，请了一位御用大律师，有没有这件事情啊？官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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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要问消息呢。官爷，快点照片，快照片啊！大哥，什么事？是啊，可我那么急啊。看这是什么？袖扣吧。什么袖扣啊？没知识，这明明是胸针嘛。是窃听器。啊？啊？谁这么大胆呢、啊？让我跟阿基去把他砍成99块。是啊。FBI 要告我，条子又说要整死我。做人真没意思，他们一定要看我死了才高兴。好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死了就可以一了百了。哎，不要，大哥，你有没有做错事情？干嘛要死啊？是啊，你是黑社会，黑社会做坏事是天经地义的事，那些条子都是白痴啊。是啊。你们杀了我吧，来，杀了我，杀了我。我不敢啊，大哥。谁杀了我，谁就可以坐我的位子。我们不敢杀。你们不敢杀我。那我杀我自己。哎，不要，大哥，不要这样啊。官爷，大哥，
窃听器是他装的。有种装窃听器，没种杀我。他该死，把他丢到太平洋去，砍成99块喂鲨鱼。记住，99块，不能多，不能少。阿金，你磨好了没有？陪你磨了3个小时，天都亮了。奇怪，我这把刀怎么越磨越钝？说老实话，你砍还是不砍？不要在这浪费时间了。你是老大，你先砍。如果你当我是老大的话，老大命令你先砍。如果老大你真是有种的话，那我们就一起砍。来，谁帮谁啊？来啊！1、2、3，去你！你小苹果，用点力行不行？我怀疑我这把刀还是钝的。你这么没种，怎么混黑社会啊？你以为我喜欢的？要不是小时候被你拐进黑社会，我会混的。你以为你有种啊？每次打架你不是先躲起来，就是跟我跑到后面。你冤枉我，要不是我照顾你，你会长得那么高那么壮？跟关公有什么不好啊？有吃有住有派头有小牛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他是个疯子啊，对也杀，不对也杀，早晚会轮到我们呢。被砍成99块，搞不好还要切片呢。天哪！天哪！杀人放火、强奸打劫，我都没有做过，为什么要折磨我们？对呀！天哪！天哪！让我们在黑社会混口饭吃，行不行？是啊。不要讲那么多，砍了！啊！砍！砍！1、2、3！啊！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他在瞪着你哎！他是瞪着你才对啊！砍了！我们砍了有99块了吧？不止了，超过了。哦。哎，我们这样算不算是人在大海啊？人在江湖啊，笨蛋！人在大海是宋词。人在江湖，那我问你，我们船沉下去是不是就人在大海了？好端端的怎么会沉船啊？你看那边，啊，怎么会有个洞啊？我这边也有一个洞啊！啊，进水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这样船会沉呐，怎么办？赶快想办法呀！对了，还是赶快跳水吧，下来，再去那个洞。阿基啊，看有没有救生圈或求生工具什么的。哎，你赶快跳下来啊！船要沉了。你这个王八蛋，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啊！哎呀，你赶快跳下来吧！哎，水里面很好玩。天哪！你天什么天哪？赶快下来吧！灯也灭了。哎，你还站在那边干什么？啊，装酷啊！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天妒英才呀！这一次害我病了3天3夜。而阿珍呢，又突然之间温柔体贴地照顾了我3天3夜。可是我总感觉她好像是我一个亲人，还是一个什么？老婆。早。早。哇塞，今天你乱想女人呢。哎呦，那天阿珍看我这样子，以为我喜欢她。其实每一个正常的男人啊，每天早上都会这样子的。你去死吧，根本就是她喜欢她。这么久了你还记得？我当然记得了，因为那一天是我这一辈子最伤心的情人节。难道我不伤心？你怎么会伤心啊？你看戏票。
你求我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有情人？这个傻瓜，那天晚上才知道，原来阿珍喜欢的是我。强奸你！真是荒谬，那天晚上竟然是我被阿珍强奸了。怎么了？我终于再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了。昨晚我想了一个晚上，今早起来张开眼睛，看见睡在身边的你，第一句话我应该说些什么呢？我自己知道，你绝对不会为了一个女人去改变你自己，去负任何的责任。不过你放心吧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你负责任的。对了，我要跟你说的是，我走了，再见。P.S. I love you。最伤心的就是阿基了。阿珍的留言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，而他就呆呆地看着那片墙，三天三夜，动也不动一下。Yeah.
哇，这么大的雨，再回去睡会儿。哎呀，你怕什么啊？出来混还怕这种小雨？这么多条子，抓枪毙要犯。长官，什么事啊？快动！干嘛？你们两个涉嫌跟叶谋杀案有关，走。啊，把他们带走。走，快！误会，误会了。走就走了，快上！对对对，是不是关公召你们的？快说！我把电话给你，你自己问他。好冷，哪位绅士来用一下？把冷气关小一点。靠，我每天晚上都划船出海，睡不着。来，小王八蛋，你少在我面前耍屌！你不要随便碰我，我可以告你。我既然能拜关公做老大，我就要讲义气。你们以为我是小瘪三啊？妈的，我还是一汤之主呢！长官，他们什么都不肯说。他们既然想讲义气，让他们曝光，叫所有记者宣扬出去。是。哎，出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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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谋杀，你们想不想谋杀？是不是欢迎来了？不止关公啊，连张飞也有份呢。你知道，快点，拍我们，是拍电视吗？Hello。各位观众，今天高等法院审理一件案子。是有关富商关公涉嫌黑社会活动一案，今天有突破性的发展。警方怀疑跟日前海旁浮尸案有关，该公司两名高级职员愿意跟警方合作，转为控方证人。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上电视、啊哎、是啊是啊，什么六叔八姑九婶他们去看到我们上电视，今天真够拉风的了。喂、哎、老大，哎，刚才我们上电视、哎、老大打电话给你啊。啊，我们没有出卖你啊。啊，你跟他说，哎哎，老大，我们是你最亲密的手下，我们怎么会呢？哎呀，你想都想不清楚，我来跟他讲。老大，我们不是那种人，我们没有。哎哎哎，老大跟你说了什么？他叫我们准备好棺材。不是吧？是啊，我们这么义薄云天，他居然怀疑我们。天哪！天哪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啊？我们是讲义气啊。你说讲义气是不是讲义气都不对啊？我们出来混吗？怎么会无缘无故出卖我们老大呢？出来混就要讲义气，要不然也要讲信用的嘛。赶快闪了闪了，要不然给老大找到我们就死定了。出来了吧？啊，认出来才怪。真的认不出来啊？是。哎，庞克头好帅啊！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像美国一个当红的歌星，叫做迈克。哪一个？迈克杰克逊的。哦。哎，你们不是阿飞阿基吗？阿飞阿基在哪里啊？没有啊。阿飞阿基来了，大家快跑！不要走啊！喊了，好办的。惨了惨了，定了！老大，我好怕啊！不要怕，不要怕！哎，喂，波哥，波哥，帮帮忙！你一定要帮帮我们的忙！你们不要害我好不好？帮帮忙啊！不然我们这次一定横尸街头的，波哥！求求你！好好，喂！哎呀，你看你看，这些兄弟都不讲义气，看镖！啊？上面写些什么？写在石头上。什么东西啊？快点石头！哎，你看啊，这里有一艘，会不会是这一艘啊？哎呀，关公啊！哎，不是不是，是波哥，波哥。波哥，波哥，波哥，快快！哎，
汉先生，你告诉我，你想撞死我？没时间了，没时间了，看看车子里有什么啊？不要啰嗦了啊！帮我们弄，货全都在这里了，警察去弄出来的。看看，有手榴弹 ，AK-47。长短家伙什么都有了，哎，不要小看这批家伙，中东战争那个时候38军全都是靠这些家伙。其实我非常感谢这表兄弟，他们实在是太幸运。好了好了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你要保重。我们会记得你啊，你也保重。谢谢包哥。好，面罩留给你，坐标留给我啊。哎，再见，收东西。哦，哇，货色还真齐全呢。哎，包哥，你是不是帮我们开船呢？不是啊，我要造楼啊！啊，不是我们造楼吗？全世界都知道你们要打关公啊！我们打关公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要打关公啊！哎，关公好像已经来了，关公来了，我先走了，啊，走了，拜拜！你们香港人太奸诈了，想避开讲义气的东西，让他们让我再见到你。怎么办啊，老大？哎，我不是老大还老大，你才是老大还老大。哦，对，害怕过头，忘了自己是老大。上车。上车干什么？拿家伙跟他拼了啊！真要打。哎，试一下防弹衣，站好不要动啊。哎，你疯了？为什么不让我试一下呢？哎呀，早点试比较好，晚点知道是假的了。你真开枪打我？我的子弹会转弯吗？哇，开演唱会啊！上车。喂，老大，你叫谁老大？你才是老大吧？对，关公理想怎么样？你们两个记着，今天是7月25日，就是你们的忌日。不好意思，刚刚过12点，已经26号了。给我，关公，你这个俗辣，我今天一定要干死你！我靠，这么带总敢骂他俗辣？他以为是你说的？你。手榴弹给他们，好，一粒，两粒，三粒，做假动作吓他们。喂，怎么不响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屁股着火了！哎呀，笨蛋，你把扔到车子里面了？没有啊，我每粒都扔到车外面去了。哇！是啊，如果躲不掉火箭炮的话，真的会粉身碎骨啊！是啊，是啊。快把门锁起来！哇，关公的火力好强啊！是啊，是啊。不知道怎么办。是啊，是啊。喂，我们还有好多手榴弹没有用啊！来，你先打两个去备用。这个时候，原子弹才有用。啊！干嘛？你看，啊，1970年的，过期了。要是爆了怎么办啊？火箭炮都打不死你们。你们真是命大！哎哎哎，不要躲了，被他发现了。老大，老大，投降！不关我们的事，认错，给个机会吧。我还真有眼光，我就陪你们玩一玩。骂我俗辣！啊！老大，不是俗辣，是输，输辣，输辣，我们输辣，输辣。你听错了，老大。我们是最敬爱你的，怎么会骂你俗辣？就是啊。你们两个小瘪三，竟敢去当证人，我看你们怎么死法！不要扔，不要扔啊！我们怎么会去做证人呢？只是江湖谣传吧，老大。太晚了，我们是讲义气的。还不晚，还不晚，给我们2分钟，跑啊！
我出状况了，阿杰，我中弹了，我也出状况了，流血了，我活不了多久了，死定了，死定了，啊，你要死了，哎哎，阿杰，你等等我。压住了，压住了，哎呦，压住我的伤口了，啊，好痛啊！哎，后面有毒啊，不能吸出来。哎哎哎，你疯了，流那么多血你还吸，你希望我早点死啊？啊，闪啊！靠，闪那么慢，不如不闪。不要啰嗦，赶快想想办法。欺人太甚，我炸死王八蛋。好了啦，不会爆的。现在他也好啊，你好机会。哇，爆了，打中就会爆，我帮你报仇。呀，当然炸死很多了，不过外头还有很多啊。不要废话，干脆整袋扔出去，来个大火草。呀！呀！去死！换子弹。子弹拿来啊！你把袋子拿过来。什么袋子啊？一直有一个袋子装子弹的吗？啊，那个袋子刚刚丢出去大锅炒了。啊，这下糗了。不要怕，我还有一把黑心啊。哎，我还有一把红心。过来，你还在那边抖啊抖的，你真好色啊！盯紧啊，盯紧啊，盯什么盯啊？盯，都快要死了，还把手伸进去摸来摸去的。天意啊，原来还有三颗备用的在我的护翼里、啊。你给我一颗，让我研究一下。
痛啊，知道痛了，说话呀。对不起啊，不要不要啊，不要开枪，骂敢骂我死了再骂。他妈的，他真开枪啊。你是配种大母猪杂种狗，骂呀，继续骂，你骂我，骂你就骂你，骂你怎么样，死了。哎呦，阿西啊，打我，打我，用点力呀！我中枪没有力量啊，没有力气就死定了。射他，射他！他有特异功能，快走啊！为什么他那么厉害啊？啊！难怪了，难怪什么？你还穿着红色的内裤啊？快，他来了！哎呀，忘记脱内裤了，难怪那么邪门呐！我也忘记了。快走！真吓惨了，他有同党。香港人还是有人情味。来呀！年少无知，真的不懂事。我们走错了一步，我们入错了行。今天阿飞阿基来跟大家讲，各位朋友，你们千万不要上当，总之不入黑社会就会上天堂。我们上天堂，上了天堂遇到唐三藏。卡啊，卡了，怎么会啊？导演走过了，我还有两段还没表演的呢。哎哎，算了，很精彩。哎，谢谢导演啊。哎，谢谢，走了。哎，长官啊，我们为政府做那么多事，总该减个刑，减个三五年的嘛，对不对啊？就差减了三五年，还有十几年的啊，还有十几年呢。天哪！没有天理呀、啊！